群男子围着一人在街头大打出手，把人狂殴到倒在地上继续暴打，甚至还拿出刀子朝对方猛挥猛砍，血溅马路，路人围观赶紧报案。被杀楼上酒店的吧，应该说他在摩托车上，地上还有啊。警方到场，闹事男立刻鸟兽散，剩下旁边吓到目瞪口呆的酒店小姐，大批员警拔腿狂追逮人，没想到砍人嫌犯被抓回来，竟还沿路不断咆哮，态度又够猖狂。不是整片的血，都是一滴一滴的血啊，花圃都被移动过了，然后全部都是血迹这样。喝酒闹事啊，这边常发生的，很正常。中山区日常又上演，原来26岁李姓酒店经纪，因为自己的小姐日前跳槽到另一间酒店的诚信经纪旗下，他过去就曾 keep 普多次理论呛虾。29号早上，诚信经纪锁定对方上锦州街酒店喝酒，六人埋伏寻仇，等对方一出来，立刻涌上前围殴暴打，持刀狂砍。当街嚣张砍人，诚信嫌犯等四人全被逮，讯后依妨害秩序、杀人未遂等罪移送法办。记者王志文、黄玉兰台北采访报道。你买雾化器呢，会送你水神。那么家里面哈，8坪以上的、5到6坪的，或是小坪数，都有不同的选择。它的雾化时间大概从4个小时到8个小时不等。怎么买？快点购 ，QR code 扫一下，记得哦，帮我输入 CTI 285，这是我们辣晚报的团队代码。